今天是4月2号，星期六。我今天来到了锦司厅。因为听说三口一品在锦司厅的这个展示场出展了，所以我想去看看，看都有什么好吃的东西。看看有没有漂亮的姑娘。好。据说出口只有3秒钟就能到，我估计可能就是这个楼，叫十大产业会馆。好，在那个一楼的前面，竖着一个牌子，看到这个8楼有十大产业会馆。那什么会馆？我确认一下那个微信。人挺多的，都需要排队上。我不知道能不能。好了，我已经到了这个7楼8楼了。哇，这边有这个天台足球场，然后我想知道那个他们物产的展示厅在哪儿，我可以找找看看。哦 ，Business Studio 展示会，哦，这个应该是。好，看来我没来错。就跟着前面的这个人走，应该是差不多能找到的。这边有很多这个东洋的人出来，我感觉就是了。哦，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哦，这边也有这个展示。哇哦，哇哦，看到有很多的人这里边，看看都有什么食品。我是有一些疑问的，首先想知道这是只针对中国，还是说？所有的亚洲，另一个呢，我想知道就是说它是什么食品，是只限于食品，还是说一些其他的这个 accessory 或者是电器什么的？看来只是食品，所有的都是食品，然后都是中国的这个食品，啊，能够看到有很多的食品，这还有便当，哦，但是这些便当什么的都是平常我们都能吃得到的，这还有说的银行。据说往国内邮钱的话，特别那什么的，特别省钱的那种。这还有可以试吃的地方。啊，不错，人很多嘛，都是亚洲人。哦，还有美女，来看看美女。这是美女，这个吃完东西会变瘦了的这种。照片，肯定是个减肥什么的。哇，很多的人，我不知道三口一品在哪里哈。基本上光看是看不出来了，只能是顺着这个转一转了。哦，看来有很多产品，而且他们是一手二手代理商，对不对？能比一般的那个卖的市场这个价格能便宜20%-30%，看来是不错。这是酵素啊，没看到吃的呀，我现在饿了，我得赶紧找个吃的，要不然我该饿倒了。这还有那个中国的酒，绍兴酒，我们喜欢喝绍兴酒。这个我感觉这家场面倒是挺热闹的，也没看到那个三星啊，我看到了，我一会儿转一圈过去。这边怎么回事？这个是，这还有报纸？哦，不是报纸，是卖什么东西？美女在玩手机呀、这是什么产品？这是5花8门，什么都有啊！我刚才看到三星的人是在，这还有卖书的，哈哈，真是看怎么养孩子。完美。刚才碰到熟人，唠了一会。这边还有不动产，这边有不动产，一会儿再找找他们。看到那个老板了，三星老板，三口一品。这边是有化妆品，这里可以看到三口一品了。
啊，这里就是阿利亚多。这里就是三口一品的辣白菜啊，看到这么多种类，特别漂亮啊！哇哦，美女也漂亮，呵呵，哎呀，还有小孩在哭啊！这里到这里的好处就是说，一下子能吃很多这个品种。我要是自己想买的话，可能挨个买，可能要花很多钱。但是到这来的话，我就可以挨个全吃，都可以尝一尝，是吧？这边来客人了，我就说，刚才跟李欣也闹着说，哎呀，这边要是放在那个电饭锅就好了，这样的话，就是可以中午嘛，正好饿了过来就做饭吃，还可以吃饱饭，还有这么多好吃的辣白菜，多好！可惜啊，这边没有米饭，他说可以弄个奥尼利什么的，你推荐哪一个？这个，看一下看一下，这对身体很好的一个，就是饭饭。这个事务局长给买了包子，啊，好想就着包子吃那个咸菜呀、啊！问题是现在有客人，不敢贸然过去，就比较紧张吧。我买点包子的啊，怎么的？现在三个米吧。还有一些福利，这边如果签个名然后扫描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抽奖券，然后呢一天就是两次，第一次是13点，第二次是16点啊，可以抽奖，据说好像有很大的奖品啊，这个是我们的事务局长郑莲花啊，这样子刚才是他买的这个包子，这是会场，刚才我看到那个社长了的，他可能现在去哪个地方了，这三口一品呢是在这里边，那个方向，人特别多，我在想他们都是来吃的吗？还是都来抽奖的呢？哇哦，看到美女了，哇，风景就是不一样了。有吃饭的地方，感觉现在虽然身在国外，但是微商这个通过微信的这种商业这个呢发展的特别快，特别红火啊，我感觉将来这也许是一个趋势，或者是能在日本能点燃，如果日本人开始用微信的话。